Good morning， 你好，欢迎来到我是卢广仲夜首场签书会，我是 Dennis， 已经拥有这本书请举手，买过他所有唱片的请举手，有看他演唱会请举手，想看到卢广仲本人的请举手，借你一个热情的掌声。看看我们中间的摄影机，卢广仲，看看你左手边的摄影机，卢广仲，看看你右手边的摄影机，卢广仲，请你翻出一页你觉得最令你骄傲的照片，让我们摄影机可以拍一下。你觉得为什么？因为这张照片又应该用我这本书的照片。待会问一下，为什么是这一张？看看中间的摄影机，右手边的摄影机，还有左手边的摄影机。如果说我们再拍一张，向前站一步，然后你的书呢很靠近你的脸，然后我们可以拍个大头。对，好，对，看看中间的摄影机。看看右手边这一位，再看看左手边，现场没事的尖叫一下，一二三！好，我们马上欢迎作家卢广仲，跟大家好好的打一个招呼啦。嘿，大家好，我是卢广仲，早安。对，还没有祝大家情人节、元宵节还有晚年快乐，对不对？拜晚年，拜晚年。今年还没有过，祝大家的元宵节快乐，耶！耶！当然，今天还有一位重量级的贵宾要帮你站个台，同时帮你加油打气。我们掌声欢迎三彩文化集团总编辑曾雅青，曾总编辑。卢广仲，帮你拿下麦。曾总编辑先送花给你，我们两位先拍一张合照，好不好？拥抱。我们来拍一张合照，两位稍微退一步，对卢广仲可不可入镜？卢广仲，你的书呢？在哪里？对，你的书一定要随时随地，书在人在，好不好？好，看看我们中间的摄影机，再看看你左手边的摄影机，再看看你的右手边。曾总编辑，你好，有什么祝福的话要祝福一下卢广仲呢？如果说你要爆发的话，是送给你的，对。好，我看到今天这么多人，我有点兴奋。我想在场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吃过早餐了，对不对？耶、yeah. ！好，我长话短说，只要说就是新书大卖，今天是大卖，然后我们一起喊，我爱卢广仲！一二三，我爱卢广仲！谢谢，谢谢这种编辑，谢谢，谢谢你的站台，谢谢。好，让我们现场的搬运工人帮你搬一下你的花，谢谢。谢谢卢广仲，新书登场了。前面这一拖可能一人买了20本，后面这些是新朋友，好好介绍一下你的新书，好不好？对。现在只能帮你一下。对，这是第一本书，然后觉得非常的紧张。为什么很紧张？因为比起初书，我觉得唱歌还比较，但是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然后。在制作这本书的同时，因为在那时候我记得在海外有个演唱会，然后还有一些宣传，所以这本书是用口述的方式，然后就整理我讲的话，然后也在经过非常多次的校正完成的。对，然后里面有就是出道6年的一个浓缩在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照片，有小时候一些很奇怪的照片啊，对。哦，还有自己，就是自己写的吉他谱，吉他谱，还有就是画的那个小插画，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方式，就是第一次就是在音乐之外的方式，然后用这样的方法跟大家分享自己的生活。你有没有很庆幸你是很年轻人，所以你在照相的时候，照片都已经数位化，不用扫照片，像一些。
们常青级的歌手可能就要扫照片了，哈、啊、哈，不好笑。OK， 好。如果说，在里面呢、啊、有吉他谱，吉他谱是手写的、哦。对。那个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其他吉他谱不太像是正规的那种吉他是会出现，它是就是以我的逻辑方式呈现的，然后我也是尽量一个弹吉他人看得懂的状态去把它，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得懂。因为其实你看连那个指和弦的指法都画出来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不懂可以来问我。哦，待会你上来的时候可以问一下卢广仲。所以里面有画吉他呀等等。那除此之外呢？这次你是我们第二届书展的阅读大使，身为阅读大使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啊，卢广仲？觉得也是非常意外，因为我小时候意外不喜欢看书，哦，就感觉逻辑来讲应该要找一个有非常多的书的，像蔡康永这样。但我觉得这对我是个大补。像是前几天有在高铁上朗读，就是书给那个偏远地区来参加书展的小朋友听，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就是担任大使这个身份，我觉得他也是很鼓励我，就是让我想要再读更多的书。变老的时候家里有非常多。电视是有问题，你朗读给小朋友，那现场有小朋友在吗？有。想要听到卢广仲朗读一两句吗？想不想？想。那卢广仲，什么？你怎么样呀？好歹不能这个公平待遇，对不对？对。两句就好了，你自己乱乱翻一句，然后我记得这两句。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唱歌，比较适合唱歌。我在朗读的时候一直流汗。可是今天是书展呢，好，你就随便来两句嘛。好。你也乱讲，没关系。好，这书里面有情况是这样，他就说。我就像白痴一样，展开英雄般的冒险，搭上一条小船，漂流在大西洋。掌声鼓励！果然你是我们的阅读大使。这本书里面啊，其实很多人看完之后，应该感觉很感动、很热血，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讯息想要传达出去的？就是刚讲到它里面有，就是浓缩六年出道，其实还有就是。成长过程啊，还有讲到故乡、亲家人啊，还有一些，就是把我记忆翻箱倒柜，然后记在里面。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像是全记录，我觉得它这本书也是我想要送的，可能是台下曾经参与过我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这些回忆，就是送给大家，当作是一个共同的记忆。它有点像是。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电动，就是你打电动可能在打到一个关卡的时候，你要先存档。对对啊。不然你可能打过把这个魔王做掉之后，你没有存档，它就会不存。它有点像是一个存档的感觉，就是对这样才会，就是我会觉得有这个这本书的产生，才不会要是我以后全部的事情都忘光了。就不会事情没有完成。你说帕金斯症是不是？对对对，忘光我会。而且我老了之后什么都忘光，我还可以去问有买这本书的朋友说，我之前发生过什么事。这是哪一招啊？好，这本书里面呢，它是日记，不是，是月记，不是，也不是年纪，它是周记。为什么是周记啊？因为它会让我想到以前学生时代会写周记嘛。有写周记几句哦。对，因为我会把它留着。其实现在长大再回去看，会觉得白痴。其实都很无聊，但是在这么多个礼拜的无聊聚集起来，这本书其实它会有一个独特的个性。我觉得这本书也有类似的功能，就是它会让大家知道我原来很多都是这样的人。那现场每一位都已经有书，可是有很多新的朋友或者不太认识卢广仲的朋友，想要用我这本书想认识你，觉得里面最大的卖点是什么？你知道写真男星都是动不动就要露一些东西的，那里面有什么卖点啊？不用看书，可是直接翻到就哇哦的东西。里面有，因为它有200张照片，就是很多。那你翻几张厉害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翻几张厉害的。翻几张厉害？为什么厉害？就那种吓到人厉害啊！
吓傻，把人吓成老人痴呆症的厉害。哦，这张是没有的。你几年？你什么时候改？有很多没有戴眼镜。没有戴眼镜，帅不帅？帅不帅？那以后都不准戴眼镜，好不好？好啊！哦，还有什么？我小时候喜欢 cosplay。cosplay 角色扮演。没有，只有我穿忍者龟的衣服。看一下忍者龟的照片。我找不到。那里面有露鸟照之类的吗？没有。有，哦，有，还有穿裙子。还穿裙子的，给我们记者媒体秀一下穿裙子。过膝的哦，还好了，过膝的不是迷你裙，所以让你演唱会还有更厉害的空间。好，再来一张嘛，让我们满足一下。你觉得最厉害的照片？刀疤照。哦，有哦 ，OK。听说就是总编辑看到刀疤，还有没有戴眼镜的，他不知道这是谁。是哦，这种编辑真的哦，没认得出来哦。哇，吓一跳。其实真的你认不出来。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韦礼安，你们两个有像吗？其实没有啊。这张好像哦，还有很多皱纹。哇塞，你自己盖住额头比较安全感啊。对，这就是好像大二。哦，好轻松。所以大三之后就开始刘海了，所以将来演唱会有机会就可以像后叔这样，像萧敬腾，然后不戴眼镜。在命理上面我还是比较适合的。哦，是这样的哦，所以下本书是命理书了，对不对？原来是这样的。哎，里面发现有很多涂鸦，哎，你什么时候开始画图的？其实我会涂鸦是因为我奶奶不识字，所以我记得我们家以前的那个电话簿啊，上面不是写什么声音，它都是比如说瓦斯好，它就画一颗瓦斯。哦。或者是卖菜就卖一颗，画一颗高丽菜。然后有时候他会叫我帮他画，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小东西，这样子，所以里面有很多，所以这些都是重画的啦，对不对？然后很多很多照片，所以如果你要认识卢广仲的话，这是一本蛮好的书，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么今天我们来了很多的朋友，现场有多少人？马上很正常的。好，那我们马上进行就是签书会了。那我们会让卢广仲接受我们的电子媒体的联访，那我们电子媒体可以将你的麦克风慢慢的带到舞台上，我们就用卢广仲的背板来完成我们电子媒体联访，好不好？卢广仲今天站在你嘴巴的前面，谢谢。然后我也欢迎我们电子媒体朋友将你的麦克风自己慢慢的到前面来。卢广仲啊，待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手上都要举着书哦，很重要。哈哈那如果你是我们的平面媒体朋友的话呢，请到面对舞台右手边找红衣哥，他会带你完成我们的平面媒体专访，在我们的密室里面。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呢，把时间交给全亚洲的电子媒体。那个手可以不要举高高，因为后面有机器摇牌。谢谢谢谢，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好。等一下哦。好，对不起，对不起，等一下。
需要擦一下汗，我们让我们现场的同事带你到密室里面擦一下汗。如果你是我们的平面媒体朋友们，请跟着弘毅哥到旁边来完成我们的电子媒体联访。那别忘了，在台中还有台北还有签书会哦，是在2月12号礼拜天，台中下午1点钟在中油百货 C 栋1楼广场。台北场在晚上的7点半的成品站前店的艺文西广场，如果有任何的讯息想要知道的话，请上我们的官网。那卢广仲呢，现在正在接受我们的平面媒体联访的同时，今天呢，咱们会签两样东西，一样呢就是他的新书，我们将会签在翻开第一页蓝色这边。那一个人可以签3本这么多，那如果想多得到签名的话呢？可以让他的演唱会的 DVD 也登场了，演唱会的 DVD 也登场，那你也可以签在他的DVD 上面，也可以得到3份。那如果前50位有得到早餐，对不对？然后你的牛皮纸袋呢，也是可以签名的。所以一共有7个不同的签名，可是因为现场大约20万人的关系了，所以呢，我们就不能署名，也不能拍照。不过你就上去拍他就是了。然后你要尽量跟他讲话，让他觉得没有孤独是很重要的。一开始呢，反正这个因为卢广仲还在忙擦汗洗澡嘛，对不对？那卢广仲呢也准备了这个热血明信片想要送给你，但是没有那么容易让你来问一些非常难的问题。有人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这本其实真的很怕你答错了，还是提醒一下。谢谢。
那有人知道卢广仲新书的名字叫做什么？好，请说。答对了，谢谢。好，那题目就越来越难了。有人知道他有两场签书会，台中在几月几号什么地方呢？答对了，2月12日台中中友百货。那台北场在几月几号在哪里呢？好，请说。2月12日成品在今天下午，谢谢。是晚上，晚上，对，傍晚的时候。那卢广仲有一张新发行的 DVD， 有人知道 DVD 的名字叫什么吗？哦，长头发的女生，请大声说，大声说，对，答对了。继续问下一题，请问卢广仲的新书是由哪一家出版社所发行的？如果你答错的话，就要没收你的早餐了。请问是哪一家发行的？答对了，谢谢。好，你可以继续吃早餐，谢谢。那卢广仲呢？这本新书有知道它是用什么形式来完成的？一日记、二月记、三周记。这位戴眼镜女生，答对了，谢谢。我们继续问很难的问题。有人知道卢广仲是什么书展的阅读大使？有人知道吗？这题答错可能就要驱逐出场了。OK， 好，请问是什么书展？对了，谢谢。所以卢广仲那个《热血一面》是不能签名，对不对？暂时不能签名，暂时不能签名。请问，今年如果你只有一本书的钱，只能买一本书，你会买哪本书？有人知道吗？真的吗？好，请说。答对了，谢谢。国际书展的主讲人是谁？哎，有人知道吗？主讲人你都知道哦，这么厉害。真的哦，好好。耶、yeah ！好，我们继续送出卢广。有人知道卢广仲的新演唱会《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小巨蛋演唱会在几月几号举行的？这里要你要。还有谁没后面的朋友好了？他、那个很高的女生，比电视台高的女生。好，那我赶快放起来吧。答对了，谢谢。可以帮我传一下吗？不要摸走哦，哈。好，谢谢。好，那卢广仲，我们的平面是不是差不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将我们的桌可以请我们现场的大力士慢慢的移到卢广仲签名背板的中间。好，那待会呢，卢广仲要签名的时候，我们要派两位左右护法来保护他，因为有时候会有人不能摸，你知道，很危险，对不对？要保护一下卢广仲。然后呢 ，Dennis 要呼叫呢1到20号的这个有号码牌的朋友过来找 Dennis。那你手上，你手上呢一定要有号，我们是签在这一页，对不对？这一页哦，所以确定是这一页。好。确定是这一页哦，对不起，刚刚 Dennis 得到错误讯息，是蓝色再翻过来有卢广仲照片的这一页，全省都会签在这一页哦，好，好不好？谢谢。好，那1到20号，你有号码牌的请举手一下啊。1到20号过来找 Dennis， 坐第一排吗？好好好。那待会你要慢慢的要挤过来了，然后手上是号码牌，号码牌就是你的通行证。然后号码牌人在，号码牌不在，那你就不在了，好不好？谢谢。那晚一点点，卢广仲在我们聊完天之后呢，将会继续的帮你来做签名的动作。那 Dennis 还有很多热血的明星
片要送给你。有人知道小队长到底是谁啊？有人知道吗？好，小队长是谁？哦，好，刚你得过了吗？好，大声说。卢广仲答对了，谢谢。好，因为今天来大概20万人左右的关系哦，所以呢，每个人呢可以签3本书，就签在翻过来蓝色正页之后的下一页，签3本书。那如果想得到再多3张的话呢，你可以收藏他的新的 DVD， 也可以得到3个签名。那有拿到前50份早餐的，请举手。贝果好吃吗？还没有吃，还是要打算吃吗？要哦，那个牛皮纸大家不要乱丢，也不要整个皱皱的，因为大家如果说他说，因为是个特别的日子，希望可以帮你签个名。那因为呢有20万人的关系哦，所以呢现场我们可能不可以合照了，但是你可以拍拍卢广仲，但是别忘了跟他说说话，让他不要觉得很寂寞，好像20万人都没有声音，就这样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因为有20万人关系，所以今天也不能完成署名的动作，他会直接帮你来做签名。那稍等一下，等卢广仲接受我们现场的。3分钟，我们的平面媒体聊完天之后呢，他就过来买你签名。那如果你现场还没有收藏这本卢广仲的书《我是卢广仲叶》的话呢，面对舞台的左手边，我们3彩同事面到有2卡车的《我是卢广仲叶》，可以让你做收藏的动作。那这边也谢谢你今天来参加卢广仲的手签会。那也别忘了2月12号，我们的哦，我们好了 ，OK。那我们再次欢迎作家卢广仲。卢广仲，通常签名他自己比较紧张，是这样写来的。谢谢，好，谢谢卢广仲。卢广仲请就坐，谢谢。欢迎第一位登场，谢谢，交出号码牌。好，这边请，小心脚步。好，谢谢，小心脚步，谢谢。1到20号，天正找你哦。1到20号，天正找你。请将页先翻好，好不好？请先翻页。请先翻页哦，谢谢。好，红一下，谢谢。工作人员，请你把握时间，好不好？谢谢，谢谢。卢广仲叶正式发行了，现在支持卢广仲的新书。
完成签书之后呢，请从面对舞台左手边离场，谢谢。那我们主场地待会在签完名之后呢，那你现在下一刷使用的，所以也谢谢你今天支持的观众，谢谢。我们再欢迎三位登场啦，谢谢。一位是手翻页喽，哈，两位，三位。也呼叫一到四十号可以来到我们龙岭吧，谢谢。一到四十号可以慢慢的靠过来了，谢谢。现在来到卢广仲第二十届台北国际书展阅读大使，我是卢广仲的首场签书会，他的新书《我是卢广仲》耶。登场了，在面对舞台的左手边，我们三才同事可以让你把它收藏起来，请把握机会，谢谢。我们再欢迎三位登场，谢谢。在舞台上面为你签名，就是阅读大使卢广仲，他的新书登场了，我是卢广仲耶。那今天呢，现场已经买到他的演唱会的 DVD， 也在面对舞台左手边我们的专柜可以收藏到。谢谢我们三才同事内容 DVD， 还有他的新书《我是卢广仲耶》带到现场来。那现场能听到的歌就是来自 DVD 附赠 CD， 当然唱歌的是卢广仲。Thank you.
之行来到第二届台北国际书展，现在舞台上面也是今年的作家我是卢广仲的新书《我是卢广仲夜》的首场签书会，别忘了在2月12号礼拜天、2月12号礼拜天，台中下午1点半钟在中友百货西栋一楼广场，台北场在晚上的7点半在诚品站前店点艺文西广场。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找到场地的正确位置，请上三彩官网。谢谢。在那个剪刀下去。真的可以靠吗？说你喜欢我。
说，没关系，我们到了是怎么讲，一起走过很多时候，当太阳的午后没月亮的天空，后在阳气里面看见你，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的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对我说，我真的听到你对我说，那个什么？左手边是我们三才专柜，可以让你收藏这一本新书《我是卢广仲夜》，同时还有新的演唱会《滴滴滴》，欢迎支持一下卢广仲哦。
来自卢广仲新演唱会专辑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演唱会。那在面对舞台左手边的三彩专柜呢，我们一个让你收藏这场演唱会。当然今天的主角是卢广仲，他的新书《我是卢广仲叶卢》一样现场拥有的话呢，别忘了到面对舞台左手边的三彩摊位来把这本书收藏起来。别忘了卢广仲还有台北台中的新书签名见面会，在2月12号礼拜天下午1:30钟在中油百货，台北场是晚上的7:30在成品站前店。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详情，请上三彩官网。谢谢。Thank you.
2020届台北国际书展，那现在在舞台上面是卢广仲。卢广仲，我是卢广仲夜首场签书会，现场是限量150位。不过你今天想要收藏他的 CD 的话呢，在面对舞台的左手边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DVD 可以让你收藏出来。还有卢广仲的第一本书《我是卢广仲夜》，也可以在三彩摊位带回家了。谢谢支持卢广仲。卢广仲台北还有台中的新书签名见面会是在2月12号。今天下午的1:30在中友百货，7:30在成品站前店，详情请上三彩官网，谢谢。首场签书会呢，慢慢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有号码牌，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动线的话呢，请你把握最后的机会进入动线。那卢广仲在签完书之后呢，就会离开会场的。那如果你今天想要收藏这本书，也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在面对舞台的左手边有三彩的专柜，让你收藏这本书《我是卢广仲夜》，同时他最新发行的 DVD CD 演唱会。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小巨蛋演唱会也同步来做收藏。那今天再次谢谢来到第20届台北国际书展，我是卢广仲夜首场签书会，谢谢支持卢广仲的新作品，谢谢。
的首场签书会现场呼叫有号码牌还没有进入动线的，请你赶紧进入动线，谢谢。马上我们签书会再过5分钟就要结束了，进入卢广仲欢迎大家，谢谢你的来临，然后也谢谢你来支持他的新书，我是卢广仲叶。他的新书见面签书会呢，在2月12号礼拜天1点在中油百货，晚上的7:30在诚品站前店，欢迎来支持卢广仲的新书，我是卢广仲叶。Yeah!叫有号码牌还没有进入动线的，我们再过30秒，卢广仲就要打烊了，所以请你赶紧带着你号码牌。如果你现在没有号码牌的话，你可以收藏书了，在面对舞台的左手边，我们的三彩摊位可以让你收藏这样 DVD 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小巨蛋演唱会，还有他个人首本著作《我是卢广仲叶》。也别忘了他有新书见面会哦，是2月12号礼拜天下午1:30在台中的中油百货，7:30 PM 将会在诚品的站前面，欢迎来看看卢广仲，而且把你的新书交给卢广仲，请他帮你签个名。再过大约1-2位朋友，卢广仲会跟你挥挥手说再见，也谢谢你今天来到卢广仲，我是卢广仲叶首场签书会，谢谢。
见吧。还有，还有一个，这是我们的摄影大哥的荣誉之战。谢谢罗航东，谢谢所有的书迷朋友们。好，感谢各位大家今天的到场支持，谢谢。双方准备，好，知道吗？新年快乐，元宵节快乐，生日快乐！谢谢罗广州，谢谢，拜拜，谢谢最新作家卢广州。卢广州这边请，这边这边，谢谢，也谢谢来到第二届台北国际书展，也谢谢来到我们好玩的卢广州首签会。我是 Dennis， 哇，我们一起谢谢卢广州成为他的第一本书的作家，谢谢，拜拜。